三四。你说青春应该是什么模样？是被涂鸦过四季的肖像，是不定啤酒馆里的幻想，还是转角路灯下背影的拉长？没结局的回忆在失去后圆满，是那些说了也无憾的遗憾，给了我抵抗世界的臂弯。我们都要向过去告别了，答应我一定要快乐。未来的某时某刻，我们一定会在某地是美好的我们在回忆。